真香，哎呀。上次用了这个小管子之后，对于毛毛来说太小了，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叉叉叉叉叉 L。那么我们就要用这个实现我们的毛毛虫，来吧。还是有点警惕心哎。It was at this moment that he knew he fucked up. 完了，樊老师居然可以站在里面，是我管儿做大了吗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像个白剑啊？哎呀，快解救白老师！快解救一下！哎，开始在想了，总有个办法。走了。我一把压着，等一下，是不是没有白老师那么瘦，他坐不下去，这包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被困住了。你看我，你看妈妈，啊，有吃的，哎，好吃的。爪爪好脏啊！你看你的爪爪，你爪爪怎么这么脏？你看猪，猪被困住了，哥哥，哥哥今天非常的了不起。哎，干嘛干嘛？爸爸，你以为你自己钻出来的？中招啊！嘿嘿，没想到吧？我以为你不会进来呢。哎呦喂！还是你聪明哈。花爪。一下就能出来，就是不动脑子。脚筋一点，慢一点。还要去，还想去。你看，人家都是吃一堑长一智，他有了吃的就不要智商了。